原住民勇士和美女们身穿传统部落服饰，载歌载舞，宣传八一原住民族日活动。包括公馆、猫空、永康、新北投等商圈店家，8月1号起一连4天将推出优惠好康。今年从8月1号开始4天，你知道全台湾的原住民哦，如果到我们台北市，你知道，除了这个观光巴士哦有优惠，你知道，还有我们台北市6大商圈150家的这个店家，你知道哦，也有办这个优惠的活动。纪念原住民证明历程，每年8月1号定为原住民族日。为了彰显台北市对多元族群的重视，市长柯文哲亲自出席宣传记者会，还和吉祥物熊赞比赛快问快答，俏皮逗趣的互动惹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。A 台北101景观台 ，B 台北小巨蛋 ，C 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，请一下拿。A 了，因为101不是我管的。除了商圈店家提供优惠外，北市府辖下的动物园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儿童新乐园等也提供优惠票种。此外，还能搭双层观光巴士漫游台北，欢迎原住民朋友多加利用，一起探索台北城市之美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尤祥廷采访报道。